干嘛？很大声，很大声，按赞。你有出来干嘛？大概状况是刚好我有客人，就是我刚好在跑客，然后我就跟客人说啊，怎么什么东西在把我撞，他就已经撞到那个柱子了。哦，好像都是学生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有人受伤吗？有啊。然后好像好几个都，如果看到脸有点血，都流血。有几个啦。哦。对，学生嘛。对，学生。